你敢相信吗？现在还有充电个位数的苹果12 Pr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在华强北的小黑。今天是帮一个兄弟拿一个12 Pro， 然后是256 G 的，在市场挑来挑去都没有挑到合适的，然后最后是在一家新到货的档口那里挑的。挑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有在市场先简单测一遍的习惯，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台机器它为什么是电池效率100啊，是不是换过电池之类的，然后看了一下各方面它也是圆的，最后是看到它是这个官换机，小 N 开头的，它就是官换机，这个也就解释得通了，偶尔是会有那么一两台这种机器的，可遇不可求。然后因为市场档口它也是没有看，所以我们就 这台机器就直接就拿走了，去看了一下爱思助手，它也是验机报告全绿的，等一下回去给它重新检测一遍吧，然后没问题就可以发了。这台机器是正常二手的价格拿的，所以也算是捡漏了。